好，今天晚上的《晚安界》，首先抢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难得的同框画面，这是香港的天王刘德华，他最近在中国大陆举行演唱会，7号的时候是巡回到深圳，在互动环节的时候向台下的歌迷比爱心，当然非常多他的粉丝都兴奋回应，而其中这一位戴着渔夫帽的女子，她引发了关注，原因是身份现在曝光了，她居然是华为的长公主孟晚舟。 刘德华，他是华为的品牌大使，身兼华为副董座 CFO 的孟晚舟，观看自家代言人的演唱会，相当的合理。而镜头也捕捉到孟晚舟回比爱心，专注着看着刘德华的演唱表演，俨然变身小粉丝。很多网友现在都开玩笑说，总算是找到和富婆的共通点了。而华为的新手机 Mate XT 非凡大师，7号中午开放预订，不到24个小时，预订人数已经超过200万，买气可以说是相当的旺。